不要说它放土凤梨，我觉得他们的香肠跟一般香肠吃起来不一样，它肉感很扎实，然后它那个土凤梨加进去，化解了香肠油脂很多的不好的印象，蛮好吃的哎、欸。这边有那个哎、欸，蔬菜哎、欸，很特别。台南有很多那个蔬果工厂直接拿原料，这样对对对。哦，哎、欸，是芋头吗？对，芋头。这，没有错，这是核桃派。I don't believe it。核桃巨塔。大家好，欢迎收看夜市甜点店，我是 Naraco。之前呢、啊，我们在棚内帮大家开箱啊，那个矫正署的这个商城里面包了很多大哥大姐牌的这个美食，而且很好吃。对，然后播出之后呢，这个颇受好评，而且有些遗珠之憾，很多人推荐，但是我们居然没有买，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法务部矫正机关的联合展售会，对，搜罗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大姐牌、大哥牌的商品，尤其是有一款酱油，结合地方特色，叫我一定要买。我们今天就来买，看有多好吃。我们在监狱也是有点知名度，好吃。可是我们这个巧克力糖果也不错，就是我们的巧豆，我觉得你可以吃吃看，真的很好吃。是咖啡豆烘成饼干之后再裹巧克力，很不一样。吃起来其实像裹着巧克力外皮的饼干，是，很好吃，而且融化速度蛮快的。这个是综合的，好可爱哦。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对，这个图案，对对对对。这是优格蔓越莓，好可爱，做成贝壳的造型。这个是优格哎，就是酸的哎，好好吃哦。好，谢谢谢谢。多看你，谢谢。在教里面的时候，啊，真的，谢谢谢谢。再停下来，经过他们的雪 Q 饼，做的有够漂亮啊。真的有那个哎，蔬菜哎，很特别。台南有很多那个蔬果工厂直接拿原料，这样。对对对。哦，哎，是芋头吗？对，芋头。芋头雪 Q 饼、欸、很厉害耶，这250，这个大哥大姐牌的都很便宜哈、哦，都是一个成本价而已啦哈。这个是非盈利啊。对啊，哦，这个有工作做，对对对对对。黑鱼肚筋做成鸡筋，它的那个肉啊，我们就把它做成肉粽。所以这一台是鸡的一生，我们对。这盘肉量高达90%多。哦，这个很好吃哎！哦，哪一个？哇，这个啊，这个鸡肉松很好吃哎，它全部化开之后，嘴巴里面都是那种香甜的味道，吃起来跟猪肉松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明德有卖冰淇淋，好吼，想不到吧？好热哦，物美价廉啊，一碗30。而且我觉得它奶味跟芒果味都处理得还不错。也不会太过于厚重，然后芒果的香气也在，同重的这个可能都要50-60块哦，两倍价钱。这是我们老朋友大哥蛋卷台南监狱的，之前开箱的时候，就下面很多观众朋友说，他们去台南只要经过都会去抢购，这个好像他们家非常有名的杏仁薄饼。如何？我们台南的，很脆，而且重点是奶油很香甜，杏仁片。和一些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它是会综合在你嘴巴里面的，而且吃起来真的很薄。但它虽然不叫瓦片，可是我觉得它已经做到像瓦片的等级了。这很好吃哎，多少钱？95。95，一包。哇，买爆！网友推荐哈，台东监狱的核桃派。哇，好可爱哦、喔！这也是蛮很蛮大的、啊。你跟我说这是核桃派？I don't believe it。核桃巨塔。它在嘴巴里面会有点像在曲奇的那种饼干化开这样子，就它完整保留核桃本该要有的那个苦味，还有坚果香。好，我们要来买大家心心念的酱油了，屏东监狱出品的，最有名的酱油，屏东酱油，对，最有名的哪一个？最有名的，对，甘橘酱油，甘橘酱油，好，就一人一瓶，最少数量，不能单买啦哈。哎，没有卖单买，单买的只有陈年酱油。啊、但是你说厉害的是甘醇酱油，最厉害的、最好卖的就是甘醇。那就是一定要买到最好。好，来，煮汤啊，这种叫真材实料的。对，这算是绿岛特色吗？对，绿岛柴鱼啊。绿岛的特色，金鱼的金鱼。哦，豆腐啊。对对对对对，皮蛋豆腐。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有看到很多看守所或监狱，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像屏东酱油、绿岛就是这种柴鱼片、柴鱼粉。帮你买一包。买一包吗？好啊，老板，高关节的啦。高关节。哎，你是那个吗？网红一个什么甜点店？对。
这个肉感很扎实哎，你们还是很好吃哎，吃得到那种肉感，然后会咬出汁的。买买，好吃好吃啊！二小是咸的，很软糯啊，哎，重点它里面是有包一点馅的，它就是白豆沙的口感，但是有很强的红茶香，伯爵茶就有点佛手柑的香气。今天才新开卖，今天刚好新口味，哎呦，哎呦，很好吃哎，很特别。拍一下苗栗的，美兰岛、台湾岛特产，日本的面粉，对，手工炒的土豆米线，哦，这样子一盒380，两盒760，再送一条蓝染方巾，稀有赏哎，哦，这稀有赏哎。什么东西？很好吃。你要竞选是不是？土凤梨那个酸味有上来，非常明显。它是吃得到果肉纤维的内馅，然后不会很腻口，比还很香，很好吃哎。比那种日本面粉跟奶油，对对，奶油香气，土豆的一点香气。我觉得它把土凤梨的整个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哎，这个东西，好好吃哦。你说一盒多少钱？一盒380，一盒380几颗？十颗380，一盒才38块，也很便宜耶。对，而且我们现在两盒还送一盒蓝染，这个一定要讲，很重要的。哎，老朋友啦，都已经介绍过一轮了啦，打个招呼而已啦。你有新的东西吗？我们小柯有改那个可可粉，这上面撒的防潮的可可粉，然后成本比较高，然后味道会。之前是很深色，之前是很深色。我们那个时候去监狱那个拜访的时候，还是比较黑的那种黑炭可可粉。然后现在改成防潮可可粉，颜色就比较再亮一点。嗯，还是一样好吃，对，不用担心。嗯，好吃。好，很赞耶，大家支持一下。你们跟那个台中女子监狱不会有互别苗头的感觉吧？不会，不会哈。刚才会不会过去？干什么？状元糕，听说很有名，它很像象棋哈。这个象棋好吃吗？好吃啊，是一种很透心凉的绿豆软绵的口感，很适合搭咖啡或者是茶的一个小点心。嗯，很浓缩啊，而且好香甜哦，哎，很好吃哎。状元糕，我被状元糕折服了，太好吃了。16颗170，16颗170，一颗10块，一盒里面有2颗，16颗。真的不要再闹了，没有赚钱啊。对，这很有名的台北监狱的豆干，他们说他们是用炒的，不是用卤的，但其实炒也是很够味。重点是它没有一般那种豆干吃起来那么重、那么咸，它反而是那种悠悠的那种辣味的清香，然后去包裹住整个豆干，但又不失豆干本身那个豆香气，是非常具有水分的。最喜欢这种切大块的，你看，你有看到吗？哇！哦，老板，这一包多少？70，超级实惠，超真的有便宜。蒜香哪有大中小辣？没错，哦，大辣是比较推荐，是不是？我个人喜欢大辣，超赞，非常开胃，爽这样子。没错，下酒菜，谢谢，买。我觉得我喜欢大辣，因为它真的比较刺激，而且比较有味道。第一次要吃过，你才觉得。越嚼越那果汁会越释放出来，嗯，那好吃啊。阿姨，还有一个是香橙，还有一个，那过年过节很适合哎，就摆在桌上，客人会把它拿走那一种。哇，这个夏威夷豆哎，很厉害，虽然都不是放花生的，但都放夏威夷豆，就是高价的坚果。然后他在吃的时候，你越嚼啊，它那个牛奶的香气跟甜味就慢慢。一直释放出来，然后结合它那个夏威夷豆本身就不是那么强烈的坚果味，所以吃起来它其实非常优雅的，然后跟牛奶那种温润的奶味就结合得很不错。一大包110，一大包里面可能有十几条，然后全部用夏威夷豆，它给我卖110，这打坏这个烘焙市场哎，这样就不要活哎，110。先不要说它放土凤梨，我觉得他们的香肠跟一般香肠吃起来不一样，它肉感很扎实，然后它那个土凤梨加进去呢，我觉得是化解了本身那种香肠油脂很多的不好的印象，蛮好吃的哎，它烤得不错。不
逛了一大圈之后啊，发现啊，真的是个大好机会来这个捡便宜哎！你看我们的手上，哇，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介绍的有试吃的啊，观众朋友就是去商城给他买起来，很难得一次可以吃到全台各地的矫正鸡冠。我只剩下酱油没有现场喝给大家看了，其他基本上都吃了。我们还发现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就是除了这个矫正组的商城，另外还有这个根生人保护协会，他们自己也有个网络商城，然后贩售就是一些会提供给这个根生人或者是受刑人工作机会的优质厂商。那甚至有一些受刑人，他刑完不是可以去自创品牌，他们也帮忙推广。所以上面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挑，我们下次拍一集就包。而且我真的觉得今天吃下来 CP 值都非常高。这真的高，我刚才已经被那个什么牛轧糖吓到过了，还有那个状元糕，那状元糕16个170，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在送礼的时候或者自己吃，都可以直接在商城去订购，好不好？今天是满载而归，而且我们这个酱油一人可以拿到一瓶，兴奋吗？超赞！他不是说把自己的酱油换掉吗？对，因为我都买甘醇，那个放到变成你。我现在可以再换回甘醇。好啦，如果你还有什么优质好物的话，也麻烦你推荐给夜市店的店的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OK。